请大哥迎客，有请你二哥啊。先帝上山，朕来山寨之大喜，求请先帝纵我的军次驰战军务，杀了藏安，放了李唐。待小弟传令，命众家兄弟进战，参拜军师。慢，慢慢，慢哪、来了，怎么是你骗他山上来的？哎呦，我不骗他，他能山上来吗？贤弟呀，少华山为朕，小弟绝不会与兄为恩仇。好，哦，启禀大王，藏安西带家眷随从漏过山下，被我等抓上山来了。哦，将藏安抓上山来了。是，抓上山来了。抓得好，不要伤害家眷及随从，死于盘费，放他们各自回家，将藏安夫妻这一对狗男女押了山来。遵命。小姐，小
你们抓善善来，又赶下善去的好人。哎，你是头领？是个小头领。求求头领留下我吧，我离不开我们家小姐，小姐也离不开我呀。求小姐，就让我们死活在一起吧。秋香，你莫要糊涂，快去逃命吧。你是他的丫鬟，告诉你，我们少华山是有规矩的，该杀的一个不留，不该杀的一个也死不了。你当我们是胡杀乱砍呐？哼！秋香，这是我家传珍宝富贵土，你要好好受寸。秋香遵命。你这造孽的狗官，呸！走。什么富贵头头富贵的，一会儿将你倒下做鬼。押进来。走。站。今天你可落到了我的手中。你是谁呀？元龙。哈哈，原来你是县爷县衙监中的罪犯，没有把你给折磨死，倒叫你逃了出来，占上为王，有朝一日落在我手。哼，什么有朝一日，今天是你在我的手中。落在你的手中，你又敢把我怎么样？哈哈！我要扛下你这口骨头！弟兄们，有，将张昂这一队狗浪的拉下去砍了！是。哎，你不是新野县监院李进吗？你怎么也做起贼来了啊？你休得诬赖好人！监院爷救命啊，小女子冤枉。哦，你有什么冤枉？小女子并非葬案之妻，是葬案一战权势强取小女子，掳过了韶华山下，被众位军爷捉山上的。任兄，这一女子既未与葬案成婚，何罪之有？切不可万杀无辜啊！葬案。这一女子可是你抢上杀来的？抢来的又怎么样？我干老子是当朝的宰相，你敢动我一根毫毛？哼！你抢着民女，又多一条罪状，更该杀你弟兄们！有，将他拉下去砍了！有你子！兄弟只会要命，不会饶命，拉下去砍了。是。饶命子！谢大王。谢过监院爷。谢过监院爷。大哥，你看这一女子貌美如花，郎才女貌，何不让他们两个
李贤弟，你看这一女子貌美如花，就命她与你结为夫妻，你看如何？任兄，任兄诧异，小弟进京营时，岂能携带家口？此事万万不可。休要推辞，即可拜堂成亲。此事万万不可啊！贤弟胆真不从，小弟实难从命。贤弟不从，山寨要他何用？弟兄们，有，将这女子拉下去砍了吧。任兄不必动怒，小弟答应就是了。答应就好，即可拜他成亲。动用拜花堂。今天骗你闪闪，多亏来过啊！多亏你呀！再来见你，又是你为何？你看今晚之四目，多亏来过啊！也是你呀！啊，李贤弟，桌上有酒，你我兄弟对饮一碗，你看可好？那可如果死的呢？死的，死的，死不得，死不得哟！李贤弟，你为何将门锁上了？大哥赐你一船一盏一龙壶，一个枕头一尺多，任凭你俩要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啊，李贤弟，我要方便。大便有马桶，小便有夜壶，可了桌上有茶壶。你就带我出去转一转可好啊？转一转，前上有壁虎，后上有老虎，门儿后面还有一个大蝎虎，出来小心咬了你的鼻梁骨呀。你贤弟，你贤弟，你贤弟，他竟让杨茶走去了。结缘爷前来见你。唤你，不知是你为何？方才倒下酒路不死，路淡一粒香气。些许小事，何劳小姐一谢？还是万分担心。不但一谢，请坐。小姐，请。请问结缘爷，哪里人士？尊姓大名？因何流落此山？啊，
学生姓李名俊，字君秀，河南信阳县李家庄人士，与大王原是同乡，有喜八拜之交。因我进京应试，路过山下，大王闻之，特人将我请上山来，故而暂留此地。哦，原来是书香之家，我这里谢天谢地。啊，日次请问皆愿也，家中况有何人？小姐不嫌许烦，请学生洗尘。算得聪明显大，什么大量子小量子，刚才倒下为救黎民，假意引亲。小姐，你怎么当真的呢？这皆愿也如此大德，奴者你感谢，只是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你我祭拜天地，犹如洞房，这夫妻莫岂能成了假的了？小姐何方人士？家住在长安城，不怀之嫌，夫妻有年姻真小子。
是人家呀。小姐，超越礼法，超越礼法呀！如此说来，是路多口了。是是，多口了。结缘也。你看那叶一身鸟，请结缘也上窗安眠。慢来，大王赐你我一船一盏一炉火，小姐你上窗安眠，学生在此烤火。这就不公了。公的路斩仙了。离隐起起Thank you.
Thank you.
啦哩，含羞答答，情无限。带着你就共枕眠，共枕在此考核，呀，天到这般时候，解元爷还在那里考核，真乃仁义君子。小姐，为何起床甚早？为解元爷腾床。啊，小姐，你看天已大亮，你我告别大晚，快快下山去吧。哎，你贤弟开门呐、啊！贤弟为何起床甚早？功名自大，我要启程了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为兄不便久留，看过马匹银两，送解元下山。银两收下，马匹不用。却是为何？唯恐中途路上招风惹火。为兄明白了。送解元爷下山，请。来在山下，为兄不能远送，告辞。前来换解去，身心不自由，泪如秋夜雨，一点一声愁。哎呀，小姐呀、啊，下得山来，你动我心，就此分别了。解山上来的别路，脱身就走，难道你真忍心？前路来的了，感情恩求如影脱离苦痛。
本是我不懈怠于你，若到前面有人盘问，你我敢一伙相称呐、啊？就以夫妻相称么？那如果死得？那如果死不得？如其不然，你我兄妹相称。兄妹？你看可好？只要你能携带于我，兄妹就兄妹吧。这就好了。懒君、啊、叫任秀，叫管娘啊。夜之间你就叫管娘？不好改口了。不好改口，我就走。任兄，这不就对了吗？如此，任兄在上，少妹妹一自稍待，待兄喊出殿驾。殿驾，开门呐、啊！姑娘遇难早知情，我随娘舅开殿房。怎么，又是个女子？贤妹，上前搭话。你是小姐，秋香，小姐，秋香。
小姐为何成了这般模样？哎，秀才提起了。贤妹，我是他的仁兄。小姐，你哪里来的什么仁兄啊？不必细问，富贵图可在身边。小姐真爱之物，岂能丢失？如此寡图拜酒。是。贤妹，你如何认识殿下？她是我家侍女秋香。哎呀呀，这就好了，我家贤妹总算有过安身之处了。仁兄，请。头下随，此图名曰富贵图，一富两者，是我爹娘当年结亲的信物，送与仁兄一者，日后好做个纪念吧。多谢贤妹。贤妹，这有文印十大夫留与贤妹度日。多谢仁兄。啊，仁兄，此图绣的可是某某教子的故事啊？真是，此乃是贾母亲手所绣。言道子不学，但记住；而烂子当自矜。学生以懈怠多年，今日留与贤妹，留作思念之情。多谢仁兄，妹妹我终身保存。请问仁兄何时启程？即刻启程。如此，妹妹我不久见心。有劳贤妹仁兄。
初秋，兰中见我旧，百炭不乱愁。下山来，夫妻该做仁兄同妹，同心不嫌比肩头，分别时却守我富贵途一周啊，勾走我的魂灵儿，留下忧愁啊。
靠火你不自由，你不自由啊。
沙难，不必细问，回到店房再讲吧。如此，小姐请。浮东流，浮东流。Thank you.
小姐，
不要伤心，往下讲吧。靠爹爹抚养我长大成人，可当然占全是逼我做小啊。你原来是长安的家眷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太夫人，你往下听嘛。受害之人，起来，起来讲吧。小姐，太夫人叫你起来，你就起来讲吧。叫我称他为兄，高中后曾无名，接我进家门，接我进家门啊！我的孝顺的儿啦，魏良的话句句都没有忘记，姑娘。你不要哭了，我儿倪俊并无起事。小姐，那些话都是我教导于他的。婆母，哎，现在还不可这样称呼，这是为何啊？这亦无父母之命，二无媒妁之言，三又无任何凭证。况且倪俊儿又不在，怎可胡乱相称呢？太夫人呐、太夫人不必多虑，他二人婚姻由富贵图可做凭证。富贵图，太夫人请看。
两株是我家老爷与夫人当年接亲的信物，公子与小姐在吃水一份熟之时赠予公子一株，公子还将您老人家亲手绣的木模断柱图回赠了我家小姐，如今小姐带图前来认亲，太夫人她就是您的儿媳了。竟有这等之事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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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太夫人呢？怎么呀？哎呀呀，嘿呦的了！你是不晓得我们家小姐的人品，我们家小姐可是个娘家女子。不可如此相承诺，秋仙小姐，哎，非是我不讲人情，实在是礼法不通。既然姑娘与我儿已经定亲，这木已成舟，这门亲事我答应也就是了。小姐，秋仙，这有20两纹银。做个盘缠，你们暂且回去，等倪俊儿回来再举行大礼，明媒正娶。太夫人，既然沈眉已经做成了书房，你又何必如此啊？秋香，不可如此无礼。什么神秘做成书房呢？范才是你言道木已成舟，这木已成舟与神秘书房又有何不同？你说呀，你讲呢？你与我讲。哼，休得无礼。你不讲道理。镇长，岂不坏了我儿的名声？哎，媳妇回来，媳妇回。他们走远了。
朝华上能有什么喜事？二嫂不知，我家二狗已高中投名状元，现封为潼关河南安抚使。袁大哥已受朝廷安抚，回村为民。二哥正坐着轿在后面，我啊，骑马先报喜来了。此话当真？当真？你又来骗我？骗你？骗你我是个狗？
可说不定呢。本来了，生气！大喜的日子，你生的什么气噻？秋香，不可如此无礼。贝母，事情闹大了，快去把展英公请来。去做，那我就走了啊。
跟你胡改乱改了，娘子，我的亲友娇花眉毛如花，我的亲房老母织布繁忙，常言道读书人不什么取笑？取笑？娘子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学生与你陪你了，你与我出去吧。娘子开门，娘子开门。为丈夫我与你跪下了，你我你取笑得我好苦啊，
娘子娘子叫不高
山不打虎，家门三道哄了我，今日再要过虎过，叫你们两个再烤火。怎么，你也知道你家二哥喜欢烤火？你呀，与我出气。